哎，大家好，这是豌豆粉。我今天做一个豌豆粉的凉粉儿，我这是半碗，看是吧？这个碗为准，这个半碗的豌豆粉加它的6倍的水，就以这个碗为准啊。它是半碗，我加6个半碗的这样的水，咱们试验一下，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做，咱们尝试一下。咱先把这个半碗的豌豆粉倒到这个大容器里，咱先用它这个1:1的水，刚才是半碗的豌豆粉，再用半碗的水先给它融化一下。好，这样融化开了，咱们再加，这已经就有一个半碗水了，咱们再加上一个，刚才是一个了，是吧？这是2个，以这个碗为准，2个，3个，4个，5个。对，它的6倍，以这个碗为准，它的6倍的水，就是到这种程度。好，咱们现在放到锅里加热。朋友们，这是6倍的水，不停地搅和，不停地搅拌。朋友们，到这个份上，我建议啊，还是盛到碗里搁蒸一下，这样蒸上。看，凉粉蒸好了，等会儿让它凉了。我这个豌豆粉做好了，现在也凉了。一会儿我们凉拌着吃，这凉粉儿把它扣过来。不用这个，打不好。调的汁儿，蒜、醋、香油。看，这是我们做的豌豆粉。这不是南方的菜吗？今天吃凉粉儿，尝一尝。要是你不说不够酸的话，再来一点。我先拌了。这个你的橱窗里就有点我橱窗里就有点就是凉粉，那这是凉粉，就是你。
这个是豌豆粉，有啥区别？就是豌豆粉，做出的这个凉粉比其他的就是淀粉，做出这个凉粉口感好一些，营养价值可能比其他的淀粉好一些吧。是就是这个意思。你酸吗？味道不错，好，好吃，比那凉粉好吃。怎么样？大家要想想尝试一下的，可以上我橱窗里啊，我橱窗里有。你那颜色真好看。做得很成功，味道很好，藕粉。如果有人想做的话，老蒋的橱窗里就有这藕粉。